据环球网7月22日报道，有澳媒21日发文称，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两个月以来，在一度冷淡的澳中关系上取得进展。澳国防部长马尔斯被批评为堪培拉对华最为激进的角色之一。短短不到两个月，马尔斯加速颠覆着外界对他对华理性派的印象，也让人对澳新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行动意愿产生更多疑虑。然而，澳贸易部长法雷尔认为，他不认为澳中关系会回到此前的低点。法雷尔对澳媒表示，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与中国外长进行了非常棒的会面，而我也向中国贸易领域的同行递出了橄榄枝。法雷尔表示，他仍希望今年有合适的机会能与中方官员会面并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法雷尔称，一个积极的迹象是我收到了中国同行的贺信，而且我计划很快给他回信，并提议在他方便的时候会面。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曾就中国对澳输华产品征收反倾销税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法雷尔表示，我们希望对澳输华产品销售的限制能被取消，而不是通过世贸组织继续进行贸易争端。当地时间7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黄英贤。王毅表示，中澳关系既面临挑战也出现机遇，如能实现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值此中澳建交50周年之际，中方愿本着相互尊重精神，为双方关系再把脉、再校准、再扬帆，争取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在会谈中，王毅强调，过去几年中澳关系遭遇困难的根子在于澳前政府执意地把中国视为对手甚至威胁，对华采取了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言行。中方重视澳新政府重申坚持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赞赏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希望澳方抓住当前契机付诸实际行动，重塑对华正确认知，为改善中澳关系减少负资产积累正能量。